开战。对啊，我其实三国类的策略游戏我也玩过不少了。哦，退啊！等等，先回18%，大家再出去啊。啊，只要大车队开出来，没有 hold 不住的。全武将待机，全士兵待机。先让武安国叫一点素人出来打一打，呀！简雍补血，为什么有一队弓箭手还站在外面？你们怎么不进来呢？算了，你们吸引一下敌人吧。恢复18%血量。好，武安国，你可以出去扛了。来，降伤50%，扛好啊！再来，我们让张飞出来，灵蛇出动，红蛇出动。张飞一边在叫，一边在攻。这次总该中了啊！有有有！以败为师。中了中了！看哪，感觉像是加 buff 的。水淹麦城，水淹七军。呀！淹走了，淹走了！哇哇！关羽这道很强哎。恐龙出来收割了哈。全武将进攻！为什么简雍一个人站在外面呢？剩一个了，秦琪又是你，收割！兵力耗损，哎，生擒哦，赵娥损眼，抓一个妹子啊。让他来当内圣官吧，女人给我过来。秦琪待命中，忠诚度很高哎，哇，两个忠诚度是100哦，100好像是没什么救。挖个羊丑过来好了，刘备，你把他挖过来。修房子，外面有物资哎，不是哎，很难出去哎，我这个一出去就一大堆人打过来，我要先增加人了。我拿到一张好人卡了，啊，先多招募一些人吧。看什么工作？幕僚的配置哦。对寿春进行知己知彼，我怎么感觉他们，我的军师是不是在给我乱开技能，在骗我的钱？对吧？先弄一下吧。还产兵喽，修房子。我觉得如果房子不好盖的话，我们就去拿别人的房子也可以。看一下，我身上有红缨枪。好，它可以自动装备。我看一下，好人卡，收集满5张可以换神兵利器，双元丹。可以把武将的技能提高哦，哦，这个可以把3技提高哎，啊，如果你有一天没钱了，还可以把它卖掉哎，哎，我建议先把关羽的招给提高一下，
温酒未寒，枪斩敌将。温酒斩华佗。温酒未寒，枪斩敌将。要怎么给他吃啊？哦，杨丑加入喽！太好了，又多一个人了，再多招一点。对夏侯渊使用离间计，已获得寿春的情报了。孔景不愿意加入。我看一下，曹操只剩曹操几乎是没有地了，该处理曹操了吧。曹操只剩一个濮阳了。张燕、梁刚来了，寿春也没啥人啊，把曹操也挖过来吧。曹操跟刘备交个朋友。先来个知己知彼看一下，简雍你试一下。曹操现在好弱啊。文明武将，哎，不对啊，我是要先吃那个果子啊，我那个果子要怎么吃啊？对孙清进行招募，好，你就招募，你就招募。神官羽我还没装哎。这地方兵力只有133，正常的吗？为啥？怎么可能这里只有133的兵力？不可能吧？没事，我们等等出去抓一些难民。武将里面点他的技能哦。平原知己知彼，失败。温酒未寒，枪斩敌将。原来还可以换技能的。哎，战技第三类不能升呢。战技升级，龙卷飓风二。我觉得有关羽在，要打下曹操真的不是什么难事。我们就抓个坐骑吧。我现在要出征，我现在要出征。兵真的好少哦，真的死光嘞。那跟隔壁借点兵。刘备，你的兵借我一下。刘备那边也没什么兵哎。那也没办法了，强征灭霸，强征。来，让小丑来吧，叫你过来就是为了做这种事的。从别城输送，得到了濮阳的据点情报，对北海进行一下谋略好了。趁火打劫，让刘备来吧。强征完成，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出动了。三兄弟出发。强征原来要这么久，30天到蛮兽洞，上山打老虎，武安果也带着吧。好，我们全军出动吧，比较安全。我怕这个老虎可能是曾经的那种老虎，很凶。
走。全军打老虎。嗯，蔡阳跑嘞。郑天生，女人啊，女人怎么可能当太守？哼，一百只老虎而已啊！破釜沉舟，35秒后士气归零，而且大家智商会降低。35秒够了吧？35秒打老虎 ，OK 吧？不可能吧？好，破釜沉舟，要上要快啊！我们只能猛35秒。冲啊！这水怎么会把我们卡住啊？是哎，这老虎很强，这老虎很强啊！拿来当坐骑，刚刚好。水淹关羽，哇，鳞甲刺爆哎！可以，那我看一下哈，大家可以分装备喽。就由我穿上这个，哎，我骑着梅花鹿、哦。身是张，温酒未寒，枪斩敌将。哎，你穿着这个，让你温酒斩华佗。上面还有一个洞哎，再跑一个洞吧。44天哦，挺远的。恐龙大人，我希望6100块买挖元镜，卖，我卖了。我现在也是恐大人了，厉害的。去打北海哦，可是我现在没那么多人呢。我还是先把家里这些人弄好，趁火打劫失败。小佩修城墙。赏赐简雍哦，来，全都批准啊！我全都批准了。好，来人啊，赏赐他，赏赐刘备100块，哎，全部人都给100。只要900块，其实也不贵。收复北海啊，差不多了，等一下啦，又有人来了啦，我这一去北海，我小佩要出事了。猛虎哦，好，布阵。要使用那个必杀技了，破釜沉舟。组成一个钢弹的形状，好，直接破釜沉舟啊！开战！啊！冲啊！关羽又开船喽！关羽真的有猎豹哎！打老虎太轻松啦，直接射烂了，拿屁股。哦，这老虎轻松哎。这老虎不知道会不会掉粮食哎，又梅花鹿加智商的。哦，给张飞骑吧。算了，给简雍骑着好了。简雍是不是没有坐骑？哎，你骑着吧，梅花鹿。嗯，这老虎掉梅花鹿有点怪怪的。
知己知彼，成功获得了建业的情报。前方出现了野兽啊，顺便杀了。大猩猩哦！哇哦哦！等一下，不是不是，这野兽是有点多哎，我怕是百兽战队，不是哎，总计1450只的野兽。我等等还要守城呢、欸，我开了军师技是不是其实有机会？1450的话，我们聚在一起，说不定还是可以射爆的、欸。那不行就回家嘛。不行了再说啊，这个来这样吧，好，这样吧，开战。我们关羽等等水淹下去，什么老虎都得死。全士兵待命。等一下，关羽必须先把血给存起来。等一下，简雍，你必须走，你必须回去给我们回血啊！哎、欸，他们被卡住了，全武将进攻了。吴安国倒下来了，恐龙被小兵卡住了、欸。吹龙卷风，张飞也倒了、欸。完了，士气下降了，35秒过了，就只能猛35秒啊！老虎剩没几只了，加加油！我水淹麦城快好了，再帮我撑3秒，水淹麦城，哎呀！啊，非常可惜，损耗了一些兵力。啊，没事啊，这样回家比较快。恐龙回家了，啊，刚好回守城了，啊，刚好回来守城。这敌人也不多。晚安，鸡排咬一口。孙清加入我军了。真想和他较量一下，又多一个孙清哦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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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都上好了，全上了吧？全自动兵力，人来这么多，更多的空兵，我们要更多的空兵。哇，这样真的是万箭齐发嘞！激励一次士气好了，如夹击野兽一般，对啊，把他们当野兽在打啊，只能出5个、啊，那先把那个会补血的放上来，小丑下去，武安国也该上来回个血。刚刚打老虎那边是我觉得急了啊，刚刚急了呀，后撤后撤，大家进城，不要推挤，大家不要推挤，全部都给我过来，来，我们抱在一起。 OK， 开始补血，真的有在补吗？应该是有在补吧，再补一下啊，
回复些许体力，该不会只补自己吧？大快好了，回复18%体力。恐龙出来打喽！武安国开绝招出来扛一下，召唤树人，选择手控武将，什么东西？他怎么败阵了？张飞出绝招，嗯，红蛇出动。灵蛇出动，守城神招，水淹麦城，水淹七军，呀！冲啊！进攻！全武将进攻！敌将四连塞，秒塞，把刀身卷起来。这两个大招开一开，稳了。生擒了马相，斩杀何仪。哎，何仪是张角那边的。好，把星野的蛙元镜抓过来哦。好啊，你抓。张合，哎，哇，张合把陈留打下来了。我看一下，比较近的就是曹操这边了。哎，袁绍剩最后一点点嘞，把他拿了吧。把袁绍给打掉吧。一样有我们孔关张生兄弟，再带个武安国。兵力带好，走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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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哎，想跑？等一下，他想跑，他以为他跑得掉哎、欸！你就剩最后一个房子，你还跑？上将潘峰是住在哪里啊？高览哎、欸。不好移动，感谢阿迪一个月。其实我都不知道剧情到哪里了，他这个还会继续跑剧情。采用破釜沉舟。现在张角已经倒了吗？还是他只是起点不一样，后面都是全新的剧情？破釜沉舟，开始射箭。杀！刘备都跑到我家了，不知道他还能不能三分天下。啊，目前我们小沛三兄弟真的输不了哎、欸！如果进入深水会直接死亡啊！哦，还有这种设定的。哎，袁氏一家还没倒哦，为啥？这这过年有农历跨年台吗？希望年假每天都有台可以看。哦，有的有的，那肯定有的。张角也快倒了，我们孔家有三块地了。怎么没有人要鬼岛啊？啊，我挺张角，跟张角达成个协议之类的吧。那不可能，每一个人都跟我是敌对的。停战啊！我跟你进行停战，堪忧哎。先跟他打好关系吧。
那么刘备就跟他打个关系。狮子哦，花元敬不愿意加入啊，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啊。哎，我们又拿了一个城，大家可以升官啦，赏赐你们一人100块。任命官职，好，全部升级。张飞现在是县长哦。啊，100金很多哎，一般人家一年都赚不到100金哎。哎，寿春要倒嘞，进攻！哎呀，进攻，进攻！出动！我现在要出征，我现在要出征。哎，这样我是有四个城嘞，三兄弟出发就好了吧？这么一点兵力而已。啊，出征！来搜索一下武将吧。我们去哪里搜索武将？在陈留搜索一下，看有没有吕布好了。吕布是住在陈留吗？哎，张角与我们友好度上升喽。剑灵农作物下降了，清散。来，继续跟他们打招呼。吕布在哪里啊？吕布住在哪里啊？虎牢关有吕布吗？哎，虎牢关抓一抓看看。杨丑你试试。哎，他跑出来野战我哎、欸！哦，带着投石车跑出来野战我。嗯，也没几个人，要潘凤了吗？潘凤，潘凤那当然也是要啊。潘凤是在何宜家是不是？我建议不使用军师计，我们打持久战。哎、欸，对面怎么有王大侠？哦，该招募一下王大侠了。哦，王大侠这种名将是该招募起来，他很强。破釜沉舟，哦，他破釜沉舟了，哎，我们就归啊，我们就归，嘿，我们就归。35秒后，来，35秒后我们再打，不急。全士兵待机，武将进攻。哦、王大侠冲进来了，哎呀，对面这个军师不行啊！王大侠这样的名将，你都让他冲进来。看来是屌打了，对面已经那个阿鬼都跑出来了。灵蛇出动，嗯，红蛇出动，耶！那我恐龙来收割吧，我被卷走了。士兵溃逃大，士兵溃逃的话啊，他们还在进攻啊，是我看错了吗？飞燕七军，挥泪斩大侠。呜，冲水！
这带兵有跟没有一样啦。哎呦，这带兵真的超强了。你玩的可能是旧版的，它是2月5号的时候大改版，现在改成每一个兵都跟吕布一样强。太爽啦，拿到东西了，攻击兽村。啊，这游戏一直有在听大家的意见，一直改版了。王大侠就站在前面了，我没有办法了，王大侠。激励士气。又要把王大侠干掉了，开战！其实敌人都没什么血嘞，我们等一下啊，稍微等一下，先处理王大侠。射箭，放箭，王大侠败阵。让我张飞来会会他们。一骑当千，三杀。坐康，想不到你敢跟我单挑啊。腾蛇出动。哦，哎，动画跑完他就死了，全军覆没，只损耗了12人就拿下了。哎，哭啊，一个都没抓到哦。这样我可以招募王大侠了吗？啊，好可惜哦，没抓到，还是这样就一定可以招募了。丁义也在耶，丁义被曹操给抓走了。好，我先去邀请王大侠加入我们。嗯，没有人适合招募王大侠耶，让刘备来见我吧。忠诚度有够高。拱景不愿意加入。好啊，这个人正在搞鬼。盖兵营，全部批准。我有4个城嘞，舒服。哎，笋干来了。笋干要攻我的城哦，这里就两个人哦，应该可以吧？投石机拿出来 ！Oh my god， 张合是有头有脸的。哇，他们好像挺凶啊。遵令，张合哦，把他抓起来吧。哎，不是呢，这城墙快坏了呢。开战 ！Oh my god， 这个好像守不住啊！大家先后退，大家先后退，退吧，退吧，还是先退吧。没办法，只能守城了，加减守喽。张合一等点毒箭啊，那当然了、啊，不然怎么打人？
好，士兵待机。我这里还有投石机啊，希望 hold 得住。召唤一些束腰大阵。生死玉 ，hold 一下。好，吸一下对面的招。临阵巧变。啊！张合怎么是长这个样子？不可能吧？他不是应该长的是那个哈斯丁狗的样子吗？哎、要 hold 不住，要 hold 不住了！召唤树人，补血。哈斯丁狗哟 ，hold 不住了。撤退，撤退，七成，七成了！可恶，笋干哦，这个时候打过来，不过我的兵力真的不够守四个城的样子，我就应该先把自己给围起来，我应该先封城。这到底是谁啊？韩国人，这韩国人一直在搞。知己知彼，成功了。乔茂加入我军，若不从，寡人尚有一计。为什么我家天天都在开 party 啊？很热闹哎！增加兵营，大家都这么熟了，增加粮草收入，帮你盖房子。本届嘎嘎42个月 ，TS0060。建议提升商业值。我看这些以这些人的智商很难提升商业值。招募王大侠一事失败了，要不然就招募丁一看看。先给大家赏赐一下，1000块赏赐给你们了。俘虏哦，俘虏是不是比较好招募、哦？让招募几个智商高的。好，刘备，去把这个俘虏抓过来。不然我们就把丁给杀了吧，丁不知道在哪里。哎，哭啊！小沛怎么只有30个兵啊？人呢？小沛怎么没有人？前来支援哦，赶快前来支援！派几个过来帮忙。好，派过来支援，灭霸来了。应该能比他快吧？用指派，指派比较快吗？哦，非常召集比较快啊、哦！我觉得可以啦，刚刚好，刚好。先野战了，来，我们先野战他们一顿啊！先消耗敌方兵力，这敌人只带弓箭手。一灭霸这个战力应该是可以。来散开啊！聚在一起打，让弓箭的威力比较强。我每天都在打架，哎，三国时代就是这样嘛。灭霸好像会补血，
全士兵待机。灭霸只有护盾跟召唤尸鬼，武力值只有7耶、欸。不是哎、欸，这个 AI 是真的有点怪怪的、欸。我看看，哦，我刚刚那个恐龙也是被卡住，召唤尸鬼阵。好，开降伤，开扁。放火，补血，开启。全场回18%，抓一下他们后排好了。好，把后排全部烧死。第四，我建议打持久战。为什么我的弓箭手一直被杀、啊？是我受爵吗？放火，灭霸干掉一个。不是、欸，我兵被杀光了。完了，他败阵了。不是啊，对面怎么弓箭手这么强啊？但没事。这样他们就不能攻城了啊，这样他们就攻不了城了，还行。我这个野战算是有成功啊，来啊，你再进攻，看我怕不怕你。几个残血仔也敢进来，看他们这个血量，我杨丑直接冲出去就把他教训一顿。开战，不斩孔秀誓不归。谢谢奶黄猫的订阅。哦哦，这可以召唤食尸鬼，不是，这招也强太多了吧？刚刚那尸鬼只有80几滴，这个食尸鬼有1036滴。先收一个，斩孔秀，召唤两组剑女，召唤石头人，开锤，棒！魔像是最好的朋友。哦，羊丑有点东西耶。那武力值都是浮云啊，技能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看一下，刚刚说真招比较快是不是？召集，好，发动非常召集，把灭霸召过来吧。这样灭霸过来要多久？很快耶，哎，很快耶。瞬间移动，哎、欸，灭霸来了，来修房子，牛屁哦！刚刚那个俘虏竟然都抓不进来，王大侠忠诚度越来越高了。92忠诚度就是有8%的几率还是可以拿到嘛，拿了啊！黄大侠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，我们三兄弟感觉又该出发了。这是张家兄弟吧？外交一下。8%很高嘞，啊，王大侠不拿这一款真的白玩了。我看一下，这个蓝色的刘家是最后一个了，那我就收下了。
因为我们玩的是这个，玩的是这个故事模式啊，我们是真的用三国里面的人物下去玩的。正巧就遇到了王大侠。庐江，这位置好差哦。哎，位置难道不错吗？河，河是不能直接这样飘过来的吧？不行哎。哦，那这位置无敌。我们三兄弟出去教训他。走。有人要攻击夏沛城哦，来啊！我方粮草耗尽了，哎，马元义打过来嘞！张角跟我们又变好了，马元义带了五个人，张江子，啊，你跑出来干嘛？嗯，他们怎么有一千人呢、啊？那我看是军事机该给他吹了，拼了 ！Oh my god， 有整整一千人哦！退一步好了。好，这样吧。这秦屋已经没有粮草了，拼了啊！军师计破釜沉舟，张飞先上，能杀几个杀几个，先斩小兵，斩骑兵，深入敌阵。快打快打快打，我们猛没有几秒了，四夷开炸，简雍快跑啊，关羽快跑啊，简雍要被卷起来咯。哎，他们怎么还有飞弹啊？铜蛇出动！完了，关羽没开到招就倒了。快开补血，快开补血！八趴血量。拉扯一下。哎，张飞又斩掉一个，张飞要不跟他拼了吧？哎，张飞又砍掉一个，哦，对面只剩一个，哎，军师的对决啊，那怎么办？他剩这只，哦，没有放了水淹七军也太亏了吧？啊！啊！溜了！全军撤退。不是，我们先回守，回防啊，回防，这是为了回防。我把对面打残了，等你再来收复他的城。成就解除，以一挡百之人。你看我这样回到寿春，再把这个马元义干掉。哎。对吧？对面血亏，我才用了多少兵就把他打成这样。哎，守城的工兵有这么多个，我怎么一直被打？我只能说他们坏得很啊。
开战！杀！等，哎，我们等。以52%之力3秒为间隔，发动3次伤害，深情光环。哦，我可以直接把人抓走，哎，好，我要把张和抓走。大家可以进攻了。召唤飞刀。好，使用深情光环。临阵巧变。啊！以德服人。以德服人。阿弥陀佛，给你拜拜。抓到了吗？这样子抓到了吗？等一下，不管有没有抓到，我是要出事了，我要出事了，要被抓到了，我快被抓到了。先躲一下，为啥？为啥刚刚那样没抓到啊？要再放一次哦。该不会是有几率的吧？现在是随机抓到一个，我就要爆了，我就要爆了。输了，我不输了。撑枪，撑不了10秒。没抓到，这不科学啊！夏佩城没了呢，不是，给他拜拜完就完全没有用嘞。先把那个抓过来，非常着急。刘备，刘备跟孙赵过来。放心了，我先处理一个马元义。这样刘备好像出去打人比较好，哎，他打一打就可以把人抓回来。全自动兵力，这几个应该不用上吧？好，这样吧，这随便守的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哎呀，只有800个人啊，你们。OK， 死守。恐龙血不多啊，关羽怎么血也不多？等一下，怪怪的，怪怪的。先撤回家里，我们先补血。来哈，我们先等啊，不急的，这些事情都不急的。那我先盖个墙，卡一下对面。武安国出来扛。全场补血。声东击西。哦，徐晃哦。哦。再变两只虚晃，我水淹麦城，水淹七军，
呀！再加上张飞的灵蛇出动，红蛇出动，收割了吧，收割局了吧，猛龙也该出动了。感觉应该是轻松收，哎，轻松收，漂亮。水龙弹之术，这招很强哎，这招如果他们两个兄弟冲下去，真的就哦，周昂死了。奇怪，我们感情不是应该挺好的吗？我一直给你送东西，为什么你要这样？来人啊，再给他们送东西。谁又被打了？小佩又被打了。小佩有五个人。小佩要强征兵力了，没办法了。哎，有些人强征还不掉那个的。好，让杨丑来。哦，对啊，站在中间太容易被打了。我就想要一块地安居乐业。今天目标先把这个庐江拿下来好了，我要用计谋。知己知彼，试一下。张飞交给你。对啊，如果可以整个右上角，这里是不是最安全的啊？我们就该搬到最右上角去了。这是什么王烈？哎，溜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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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溜！哦，小佩被夹杀了。好啊，你要这样，我没差。刘备也换成工兵哦，我们就工兵等级高一点，加固。张合打过来，而且准时下班好员工。夏侯惇、夏侯渊，这次说不定可以把他们抓起来。出去给他们拜拜，提升士气。退退退退退退退！哎，退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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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武将，好，灭霸放这里，我只会补血的，补血的放里面，刘备放里面。好，你跟小丑守外面。OK， 士兵待机。等等，就出去给他们拜拜一下，召唤尸鬼。这是会放爪子是不是？芭蕉狂风。放城墙，补血。好，石头人，快回去！我他的眼睛长回来喽！灵贵神速，开眼啦！补血的那在这边放着。
好，出门拜拜。以德服人。刘备出来给你们拜拜喽！抓到了吗？抓到了吗？不是，刘备的拜拜到底有什么？到底有什么功用啊？羊头也倒嘞！刘备要出事了啦！刘备进不了城啦！哎，放火！放火烧一下对面。哦，很危险，很危险。地刺插起来。放完之后要杀掉对面哦，这样吗？还有兵贵神速嘞！兵贵神速！我要出来拜拜了，坚持一下。出来拜拜，以德服人。怎么样？这次总该中了吧？抓到了吗？没抓到，哎，三个叉叉，三个叉叉就是没中的意思，是不是？但其实那个投石机的智商好像有点怪怪的，他优先打兵，哎，他也不打我的城墙。其实这城墙好像爆不了，哎。轰轰轰！他写说累积三次光环就会成功，5%基础5%几率。怎么还有一个？也秦瑞马药。等下，刘备要出事了。好，这个总该抓到了吧？5%、欸，放火出来吓吓他。这个场上的兵是已经死掉了吧？出 bug 了是不是？吴邪，来出来给他拜拜，以德服人。他们是站着死的。第三次，第三次光环还没出来。哦，我们用266支兵，哎呦，生擒了，削烂啊，生擒的削烂一个。这波真的削烂了。当，庐江，修房子，把薛烂给抓进来吧。不知道他们要多久才会把血给回满呢？薛烂应该是属于被俘虏的，是不是？薛烂在哪里啊？还是那是另外一种招募，廷尉俘虏哦，在俘虏这里吧。赵娥也是被俘虏的。这个能力还行哎，为什么找不到哦？薛烂忠诚度100哎，那就是没啥救，试试赵娥吧。让简雍试试斩首，这边好像没有办法斩首。隔壁那偷偷我就真的把他给斩首了。嗯，还把这个交城给拿了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顺势把曹操整个都给灭了。这韩国人也挺烦的。哎，庐江有3000的兵力哦，哦，那不行哎，
刚那边可以斩首，那好像该斩。我现在是两座城了、啊，你只有400兵力也敢来，这不要闹了。不透过打到后面剩的那些，我都已经不知道是谁。抓抓哪是不抓，我就给他拜拜。张宁哎，好，让刘备出来扛。全武将待机，吴邪仔出来扛一下吧。灭霸也可以出来扛哦，你有新绝招了，火牛乱舞战技第三类，火牛乱舞。Oh my god， 这个技能有用哎！开始拜拜，以德服人。开始以德服人了吗？抓到了吗？好像哎、欸，抓到一个哎、欸，他一场只能抓一个哎、欸，这样就没有了。这敌军的战力确实是可以，让敌人中毒。哎、欸，被卷走了，被卷走了。开盾，不行了，要 hold 不住了，拜拜，以德服人。工兵都在后退，工兵都没在射箭，是不是？兵都在混了，生擒又抓到一个，原来可以抓两个 哦，每次使用抓一个、欸、来我们等，他们竟然不会优先追过来、欸、哭啊，这两个还会补血的、欸，技能还会越吸地越久了。刘备很能打，出来放火烧他们，这很容易不小心就跑进城，跑到城镇里面去了。以德服人又快好了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嘿嘿嘿嘿，刘备一直抓。我要好喽！我要出来以德服人，以德服人。开抓！哎，我发现放以德服人的时候都不能动了，怎么样？两个叉叉、欸。不过是。算了，剩下这两个长得也是一脸杂鱼的样子。出来开扁的啦，收割。不过申请了，你还是要去招募他，他也不是直接加入。抓了三个，来了四个，抓走三个。至少敌人变少了。
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斩首的能力哎、欸。张宁哦，真的有斩首能力哎、欸，我看看有谁可以斩的，先斩一个试试吧。亭长。招募一下，赵娥、哦，要是抓到丁义，那一定直接把他给斩了，把那些一百的给斩了好了。哦，这个智商怎么那么高啊？我招没有势力，哎，这个家伙，哦，这个家伙我已经招募他不知道几次了，都不进来，斩首，直接让他离开，还敢不加入？来给大家任官，赏赐，哎，刘备，我赏赐你啊，一百块啊。赏赐的话，忠诚度会加一哦。来，赏赐你们。嗯，很好。好了，感觉差不多先到这吧，要去吃饭了。我们的霸业已经完成了不少，30-40%吧。现在去吃饭了，晚上还要追群玩家呢。明天会继续啊，明天下午继续啊。哦，还有魔物要打，好想打魔物、哦、好想虐杀金狮子。哎，去看米米吧。我昨天那一手单杀金狮子。用重武器也是还行嘛。哎、欸，这群玩家出新片嘞、欸！哇，大家记得赶快去看。那我们今天第一款游戏就这群玩家的新片《动物之斗》。这群玩家还有出那个、欸、哦，这群玩家怎么上片那么快啊？一天一片呢、欸，太猛了！劲舞团的片，每日上片，大家也可以看看我们 UNO 这一片哦 ，UNO 这一片快要百万了。还记得下去留言呢、啊。我会看留言啊，会啊，那当然会啊。你们的留言，我们这群玩家都会看啊。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。我都会给你们点赞呢、啊。现在留言就有点赞。啊，先开到这了，我要吃饭了，快饿死了。我从早上到现在都还没吃饭呢。如此认真的实况组，大家也要订阅支持一下。订阅的话，除夕那一天有抽10台 Switch 哦。